曾经让咱们遭受过多少白眼和屈辱，这是因为咱们面孔背后的国家早已羸弱不堪、腐朽不堪、困苦不堪。既然让你们革命党找上了，我就知道无法无天了。命令所有人从现在开始都听我指挥。 这是不自量力，这是与天下为敌。他们还妄想苟延残喘。本人绝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和孙文的那个什么大总统。不能给袁世凯任何承诺。他或许会成为共和之敌，甚至会重新搞专制。你告诉地方人，指挥想造反，我就让他们掰死。我辈之革命，正是为建立民国，让民众获得幸福，为民族争得尊严。放！ 清帝退位，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。今天，封建专制一日不除，革命就尚未成功。